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套简易生产线的操作方式及特点。原料由这根上料螺旋机提升至主机进行均匀搅拌，搅拌好的物料通过二次提升机提升至双出口成品仓后进入包装机打包装袋，搅拌机则同时进入下一批次的搅拌，连续作业。这套生产线配置双出口成品料仓和两台包装机，可提高物料成品的出料产量，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想了解